それをあなたに知っててほしい。なんていうのは俺の甘い。丁文山也来。邓燕恒生日快乐，仲有咧，陆明浩生日快乐，仲有咧，乐儿生日快乐，李卓伦生日快乐，姚宝杰生日快乐，仲有边个啊？张家航生日快乐，黄燕彤生日快乐。大家生日快乐啦！啲人话下一张系得主线嘅，所以就话叫我尽量做多啲支线清鬼咗佢。有咩邪教任啊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黐线，有咩攞呢啲咁嘅声？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根本冇可能真人系呢啲咁嘅声，吓吓。呢啲系咪大陆人嚟吓？即系嗰边开药店，然后呢度已经即刻附近有啲支线咯。有人咩做咗咩邪教任啊 ？Stardust 啊，好似系呢度。好，唔好搞我啊！我系云路娟。呢啲啊，打呢啲嘢有睇咩睇？好啊。我就系中意睇啊，当自己是英雄，我会后悔。仲系边个后悔？一夜勒住你条腰，最中意出面子，搞人哋神愧。我黐线，得嘅，即刻要转，咋咋谂啊？哎呀！1, 2, 3。几劲，即刻活学活用，呀！发嬲，几劲！见唔到我啱啱出咗啲擒拿，打到人哋跌低，即刻捉住佢嚟跌。哇！攞埋金手链啊，吓！我又攞钱，不过又系要特登走去卖，好麻烦。好懒得去，唔好搞住晒啊！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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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理我，邪教任呢度啊 ，Stardust， 边个傻仔信邪教啊？嗰、那个靓仔一挥啊，啊，你嗰个孖润肠啊，边个啊？嗯、啊，冇啊，又喺门口啊！次次都系咁样吓、啊，次次系坤你入嚟打靶仔，系咪你信邪教啊？冇，好戆居，点解次次都系咁样啊？呃你啊，完全系都唔系喺边啊，大佬。呢度兜入去又唔似系啊，应该系呢边。喂，点样触发啊？唔喺门口，我一阵唱 K 得啊得啊，冇难冇冧潮，点样入去啊？似女人嘅阿信啊，系佢细佬，点样入去？喂，点样做啊？喂，我已经喺呢度。入面有人傾咩？入多次啊！喺经理房，嗯，发生咩事啊？啊，龙星先生欢迎光临啊！一辉先生，我哋都拗紧嘢啊，好似几大镬噶，得我一个咧，感觉会反而帮到忙。哦，原来系咁。虽然拜托啊，童星先生管我哋铺头，虽然唔系好有礼貌，可唔可以帮下我哋啊？哦，好啊。听下发生咩事啊？唔系都唔系经理房，无啦啦顺儿都出嚟，
喂，童生先生，我冇注意到你啊，真系唔好意思啊。发生咩麻烦嘢啊？啊，系咁嘅，其实都算我哋铺头嘅事啊。因为最近客人咧变得好少，所以开会讨论紧咩原因。哦，系咁啊，我听讲星尘应该系最受欢迎男公关铺头嚟噶。咁系嘅，话系咁讲啫，但系好奇怪啊。咩奇怪啊？系啊，我之前喺铺头面前咧招揽客人啊，偶尔咧都会啊遇到咧原本成日嚟帮衬嘅女仔，我就不经意问佢哋点解最近冇嚟。然后佢又话咧，发现咧比男公关更正嘅邂逅场所啊，似乎咧就变咗嗰度嘅常客。邂逅场所？系啊，好似系神室丁年轻人之间好有名嘅 party。唔知我哋铺头啊附近嘅男公关店咧业绩咧都受到好大影响，我哋都想解决呢个问题。啊，虽然咁讲，但我哋咧都系靠样揾食嘅，就算想去调查咧，啊普天啊光天化日之下行动实在束手无策。你咁嘅样都叫靠样揾食啊？吓，一挥佢哋好麻烦咯，助他们一臂之力啊！咁啊，揾出个地方咩名堂啊得啦嘛，跟住点啊揼爆佢系嘛？意思就系、是、咁，我哋帮你啦。哦，点得啊？呢啲我哋问题点可以麻烦同生先生？伪善者唔紧要啦，你会俾着数我噶嘛？哦，咁样啊，就拜托同生先生，哈哈哈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铺头入边嘅女仔咧，可能知道嗰个派对嘅，你可唔可以问向佢问出情报，然后潜入去咧？希望你可以查出有啲咩名堂啦。好，即系而家要先去做鸭先。哦，好叻啊！即刻做鸭，炸鸭呢啲有钱。喂，可唔可以抽啲时间嚟啊？啊，做咩啊，哥仔？有件事想请教啊，你可以啊。真系嘅，太好啦！最近有冇听过一个派对咧？传闻话嗰度有美好嘅邂逅。哦，有去过啊，喺剧场前广场嘅迪波拉举行嘅一个派对啊嘛。咩话真嘅？朋友邀请我去一次咯。我已经有男朋友，所以兴趣不大。有男朋友，但系又去叫，而家又嚟呢度叫鸭啊！吓、啊，真系伟，我伟大啊，好精洁咯、啊。诶，咁啊，多谢你啦。啊好，而家可以去迪波拉，咁就做完咁易，一问一下一击即中。喂喂，走啲时间啊！吓、啊，你边个啊？我一辉嘅朋友，有啲事想请教。咩事呢？最近有个好热门嘅派对，你知唔知咩啊？嗰度有美好嘅邂逅。哦，我有听过噶，听讲咧系包咗某间俱乐部举办，虽然话完全介绍制，不过如果参加嗰个派对咧，好似一定可以揾到伴侣。我知道好详细，你冇去过咩？我冇喺度寻求邂逅，只系中意帅哥。吓、啊、奉承啫，中意靓仔喺度赞佢。哦，原来系咁嘅话，吓、啊、所以公关俱乐部就呃你，唔该晒，唔使客气。完全介绍制即系如果冇人介绍就潜入唔到噶咯。睇嚟呢度获得嘅情报差唔多啊，睇下要唔要去迪波拉睇睇。佢点解会知道自己情报差唔多？喂，先生。嗯。你系咪对嗰个派对有兴趣呀、啊？如果愿意嘅话，我帮你介绍。哇，呢、這个人女仔都几样衰。哇、哦，多谢，但系对你嚟讲啊，星尘嘅公关吓唔啱你口味啊。啊，算系啦，我觉得男人同女人应该以心灵咧建立关系嘅。为确定呢个谂法咧，决定最后嚟一次呢间铺头，结果发现咧包养男公关嘅感觉咧，真系唔系几啱嘅。你意思系如果喺嗰个派对就可以揾到心灵相通嘅伴侣嘅？系啊，就系咁啊！以下如何啊？要去定唔去啊？我哋觉得好有兴趣，唔该，请你介绍。好小事啫，毕竟介绍男仔咧对我嚟讲都有好处。我叫智子你咧，我系童生。啊，童生先生，咁我喺铺头面前等你啦。好，好，而家就有办法入去啦。咁啊，呃咗个靓妹介绍，仲好啦，叫晒啲客过去，怼冧呢间星尘仲正啊！我点解要帮呢个星尘？关我鬼事啊！又唔系真系有钱益我啊？有咩接济佢？有咩帮忙啊？完全唔觉有任何帮忙啊！吓、啊，迪波拉好似呢度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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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系咪呢头唔鬼记得啦？呢度转过去啊！喂！B King 嘅灾难，咩仔咪睇唔睇啊？社会啊，咩小啰嗦啊？我嗰班人好似知咩高智之前参加嘅帮派，睇嚟黑社会边个叫高智啊？我收嗰条僆啊，啊边个叫高智？吓、啊，我高智系咪嗰个花商个仔定咩啊？唔系啊，啊
四驱车嗰啲啊，高智边个高智啊？边鬼个高智啊，大佬？诶，过嚟啊，入去邪教 party 先啦、啊。听日以为你唔嚟添啊，唔好意思。高智就系斩手指嗰个花箱个仔。哦，真系原来系咁。好啊，你去啦。鬼知咩咩高智啊？点会记得啲茄喱啡个名？好啊，喂包呢、這个有咩咁特别啊？普通 party 硬身硬势，好混咗入嚟啊！呢条人数真系多噶。咁我享受派对咧，希望咧同新先生都遇到美好嘅邂逅。好啊好啊，总而言之，随便搭讪收集情报啦。我同我呢个捽碟佬倾偈唔得喎，唔俾你捽碟。诶呢个靓妹。我呢度有嘢执喎，执嘢先。有咩执啊？执咗人哋 locker 锁匙底啊！双失青年啊，啊，硬身硬势啊，有咩好硬啊？佢自己一个人对住空气硬，呢、這个仲癫你啦！对住墙喺度硬，仲喺度对住墙自己喺度笑，精神有问题，对咗毒品啊！一起跳舞吧，达令。跳得咁 high 啊你！喂，嗰边嗰位小姐要唔要同我跳舞啊？童生一把咁轻佻嘅，吓咁靓仔。如果系平常嘅话，我应该会答应，但系而家咧已经唔缺靓仔啦。Sorry， 靠，唔好意思啊，你嘅伴侣系边个男人啊？你讲咩啊？我靓仔嘅 darling 唔系喺我旁边咩？嗯？边度啊？你黐线啊？呢、這个掌上明容嘅男人就系佢讲嘅靓仔啊！即系赵老师嘅说话去做咧，就可以有咁正嘅邂逅去南公关店，真系太蠢啦！我唔想再去啊。虽然唔想评论别人嘅喜好，但我唔觉得咧呢啲男人比得上星辰嘅南公关，到底系咩原因呢？啊，即系呢一个人就系嗰啲有嘅佢哋而家冧，点解揿唔到？诶、哎，得啦，咁嘅样咯，佢哋而家就冧呢啲咁嘅样，佢嘅打领就系呢啲啊。诶，呢个同呢条女，你又对空气跳舞好奇怪。喂，想同你倾下偈得唔得啊？嘿嘿，好靓仔，但系唔好意思，我有对象啦。哦，冇所谓，你唔使介意我，第一次嚟呢度啊，搵个啊倾偈嘅伴啫。哦，系咁吓，即系你未见过老师啊？老师吓咩嚟噶？唔知喎、啊，佢好正嘅，点讲咧？只要喺佢面前，你会觉得自己好渺小啊。哦，好似好犀利喎。你见到佢就马上识嘅，一定可以改变你嘅人生观。改变人生观，明明即系用嚟搭讪嘅地方，真系夸张。黐线啊！仲有呢个傻仔。喂，我咪骚扰你一阵啊！搵到咩事啊？睇嚟心情好好啊，咪搵到伴侣啦。啊，冇错啦，搵到一个咧，正到咧，我配唔上佢可爱女朋友啊！吓、啊，咁多介绍费真系冇白俾。我听讲呢度咧有好正嘅邂逅喎，睇系真嘅。我呢世都未试过交个女朋友啊，而家有咁正嘅邂逅啊，吓点样感谢俾我呢个机会啊？老师都唔够，老师你呢个 party 嘅主办人啊，我哋要更加感谢老师先得啊。睇嚟揾到伴侣嘅传闻真系多，不过代价似乎系俾好多钱。嗯，任谁都会揾到美好伴侣嘅传闻系真，但系冇办法接受，而且嗰个老师系边个啊？咦，真系终于要介绍靓仔俾我啦！我、呢个稚子嘅声，系啊，真嘅，老师话咧绝对唔会错，但系咧咁样咧你就要俾 facilitio 啊，唔系啊，需要你支付相对嘅金额咧啊，当作介绍费啊，即系需要付 facilitio 啊，就系俾钱。哦，咁样都系为咗获得幸福嘅，少少介绍费唔算系咩？呢度有200,000得未啊？哈哈，太正啦！智子小姐嘅心态好正确，只要有呢啲介绍费，老师就会俾你追求幸福嘅机会。行呢边啦。嗯，唔包养南公关冇咩差别啫，用心灵建立嘅关系到底系咩啊？跟喺佢哋后边好啦，话唔定我见到个咩老师。哦，嚟啦，呢个就系老师啊。咁诶，树头树佬。唔系呢个靓嚟啊！咁样喺老师之前咧，麻烦你准备个介绍费放喺呢张台度。系呢个200,000。Elitio， 正好200,000元正，非常合不吐利斯。
咁咧，而家我请老师过嚟啦。老师究竟咩人啊？咁样夹出嚟嘅偷睇真系低能个智障啊！同生啊嘛，又系佢啊！你只新嚟嘅朋友芝芝小姐，听过好多人提到你啊！呢一个就系派对嘅主办人，就系我哋嘅老师超连脱丝此泽。哦，你好啊，多多指教。呢个男人个名好怪，根本就系嗰个奇怪大叔。哈哈，你唔使咁紧张嘅，智子小姐，因为我哋已经系朋友啦。咁啊，为咗我哋庆祝奇迹嘅相遇，我哋嚟饮翻杯先啦。咁啊，请问老师几时介绍靓仔俾我呢？啊 ，Don't worry， 唔使担心嘅，饮完之后我就会介绍俾你。嚟，饮杯啦！哎呀！Sloppy B， 我灌佢饮迷汤。身体边度好热啊？咩话？芝芝小姐感觉如何啊？啊，系感觉好舒服。我咩事啊？只系饮咗杯酒啊！芝芝睇落好奇怪。哈哈，太好啦！你好有呢个资质，咁我介绍最啱你嘅朋友俾你啦。乜水啊？老师介绍俾个朋友啊，好靓仔，好靓仔啊！咩话？同嗰个人比起嚟，星尘嘅男人靓仔几倍喎、啊？芝芝黐咗线啊！老师，我真系可以同咁靓嘅女仔拍拖啊？当然啦、啊，因为你都做咗相当嘅 facility， 唔系俾咗相当金额嘅介绍费。如果只需要嗰啲程度嘅费用，今日都好乐意奉献啊！只要跟老师做，居然有咁正嘅事，我一世都跟你。哈哈哈哈，你嘅心态好正确，我都嚟同你饮翻杯庆祝啦。好啊，似乎都同呢个男人收咗好多钱喎、啊。哈哈哈，咁样一嚟又诞生两位我哋教团嘅忠实信徒啦。过去我哋嘅教团有好多信徒，但因为过去发生嘅嗰场灾难。朗吾真，希望之火熄灭，我哋教组亦落入牢狱之灾。但系，身为大弟子嘅我冇放弃，选择喺遥远嘅东方努力复兴教团。呢一切都系为咗迎接我哋教组会临朝点灵木归来。虽然都唔知佢噏乜鬼嘢，但系呢啲根本唔系单纯派对，呢啲唔会错啊。话说回来啊，呢啲饮料咧真系好卓越。连嗰个丑男都会被人误认为是靓仔，只要咧咁样信仰坚定的男女成为情侣，再等佢哋小朋友成为我哋教友，再扩展我哋嘅教员势力，再不是梦啦。似乎嗰杯酒加咩危咩料啦，睇落再咁样落去啊，智子就会好危险。喂，智子，你系边个？啊，童生先生啊。你系边个啊？点解会喺我身边噶？吓，点会咁啊？我哋唔系藉由老师介绍成为奇迹情侣咩？你呢个丑男讲咩啊？居然呃我呢个人系靓仔，真系难以置信。哦，你似乎清醒过嚟，啱啱睇咗啲幻觉系嘛？老师，到底咩回事啊？居然妨碍事落 B B， 完全唔知你噏乜。但系呢个健全嘅男女邂逅咧，完全都唔系嗰回事。童生先生救我啊！你个混账，露出原形啊！即管上啊！你呢个骗子，我收爹啊！好，这个教主啊，咁鬼渣，点解咁废？哇，啲拳咁戆居啊！哇，点样喺天空度掹咗张台落嚟？定乜鬼嘢？嗰都唔知发生咩事，废柴！住落边边刮啊！佢个防御力都几高啊！讲真，刮啊！踩落去，执你条尾，哇！死仔包，玩完啦，此咋？冇可能啊！复兴教团嘅梦想，点可以因为呢啲事毁于一旦？
要人哋追随你哋，你哋嘅事态都要建立喺开诚布公嘅前提下。嗰啲因为邂逅而满面幸福嘅人，你都睇到啊！就算我契机系谎言，有啲咩唔好啊？的确，话唔定有啲人咧真系俾你拯救到嘅，但系因为俾别人控制而获到嘅幸福，根本唔系真正嘅幸福。幸福系要靠自己掌握嘅。哼，唔系，一定要由我哋教团带领呢啲渔民，呢系上天赋予我哋嘅使命。哼，你难得拥有大家愿意追随嘅才能，最好摆脱嗰啲愚蠢嘅梦想啦，谂下有咩正路行啦。咁样嚟欺诈派对应该玩完啦，翻嚟同一辉佢哋讲啊，傻啊，又唔系即刻报警拉佢，点会玩完啊？低 B。嗯？同星先生，你查到咩啊？哦，算系啦，虽然搞唔系好明，系呢啲新兴宗教主办嘅活动，仲够胆宣称话自己联谊场所笑死人啊！宗教系啊，佢哋好似会分配伴侣俾捐献嘅人，可恶啊！所以客人先唔嚟啊！但已经将嗰个叫老师嘅男人啊揼咗一身啊，应该唔够胆喺呢度做勾当啊！参加啲活动嘅女人应该一阵就翻嚟噶。哦，咁样啊，真系抱歉啊，令你卷入嚟啲麻烦嘢，同生先生。呢啲我哋一点点嘅心意。哇，收啲咁嘅垃圾，电器石手环，咁嘅废嘢，咁老唔要啦。好。那个派对好唔好玩噶？哦，因为全部后生仔啊，就算咧我都冇办法，系我都冇办法融入佢哋气氛。哈、啊，其实你沟到条女啦，我讲你啊，唔好乱笠廿四。喂、哎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啊，芝芝啊。同生先生，我揾到个好男人啊，都多亏咗树落 B B。佢黐咗线，其实佢系撞个邪，未解毒。我又有5万。去唱 K 啊，系啊，唱 K 小鱼仙。我啊上次嗰个邪教任啊，真到啊好玩好多啊，又喺度啊要自己喺度学嗰啲邪教用语啊，有互动好多，要讲咩满冧潮系代表咩啊，打招呼做啲咩啊，系嘛啊？好笑啲啊！啲动作啊，咩呢一个麻麻地，唔系话咁有趣。好，准备唱 K 嘅，系咪呢度啊？唔系，要再过多一个街口啊！好，唱边首歌啊？你谂定未？啊？啲翻译好废啊！咩料啊？咩事啊？系啊系我啊点啊咩啊？睇紧手相咁啊，介意借只手俾我睇啊！唔好意思，我走，冇兴趣睇相。喂，唔系啊，等阵啊，做咩啊？口齿不清，我冇收钱啊，净系练习啊，帮下我啦，好嘛？唉，好啦。睇啦，伸咁耐只手仲乜啊断咗啊！好麻烦你啦。有咩睇啊？哦，点啊？唉、哎，你个好顽固嘅人啊！哦，呢个系咩事啊？你有苦难之上大镬啦！请问你心里系咪有数？我呢个人的确系好多苦难，但系唔清唔楚嘅嘢系人都识讲啦。就凭你呢句说话，睇嚟我都要出真本事，可唔可以再俾我睇睇你只手？好睇啦，睇爆佢。哦，睇出嚟啦。你最近咧系咪有同贵人相遇或者重逢啊？贵人相遇同重逢系指咁啊？点啊？我真本事。你仲喺学紧嘅人嚟讲咧，都算犀利啊！的确讲中咗我心入边嘅嘢嘅。多谢。我呢度有个可以改变你命运嘅好提议。改变命运，方便借个十分钟同你倾啊？啊？唉，听埋啦。好听啦，正确嘅选择。我而家讲俾你听啦，跟我嚟，水我去 sell 嘢啊！小弟叫钟屋，系性改运协会嘅人。有呢位系协会主席啊，盘田先生。你好啊，盘田，你好，一睇就知奸嘅呢个。我叫童生。啊，盘田先生系好犀利嘅人啊，
去印度深山度闭关啊，同当地嘅僧侣修行，仲将喺日本将佢修行嘅能量咧分俾众人。佢最有资格咧成为本次会主席嘅人，收档啦，假嘅。冇，唔系咁犀利，只得到咧布尔基弗拉克塔纳呢个称号，乜鬼嘢嚟啊？吓、啊，都唔系啲咩重要嘢，唔使担心，唔记得冇所谓。哦，系啊。咁啊，长话短说啊，童生先生，你相唔相信命运啊？命运系啊，就系、是、未来时间咧会发生啲咩冥冥中自有定数嘅嘢。我一直咧认为人生要自己开拓啊，边有呢啲咁蠢嘅事啊？唔好咁噶。其实呢个世界咧吓，唔系全宇宙嘅事情咧，一早就创造主安排好。虽然童生先生你唔信啊，我哋暂且咁样假设咧，而呢一种安排系可以改变嘅。如果你可以有改变未来嘅方法，你有冇兴趣啊？嗯，知道感觉。不会蚀底嘅系嘛？人啊会咁谂系好理所当然。不过你唔好讲出去，我哋拥有嘅能量咧就可以有办法改变呢啲安排。妙啊！咁都信你系咪低能啊？好错系非常有用嘅提议啊，会令你今后嘅人生咧化为玫瑰色。玫瑰系啊，要将呢条叫生命石嘅链坠戴喺身度，幸运就会降临喺你身上啊！体育界嘅一流运动员，仲有知名艺人都有戴啊！哦，真系威水喎！呢、这个盘田先生咧，亦都好推崇呢颗能量石嘅生命石嘅能量。哦，系咁噶。哎呀，我愿意保证嘅呢、这个生命石嘅能量。哦，虽然系咁讲啫，但系具体上会得到咩幸运唔知嘅话，冇办法决定要唔要。啊，你讲得冇错啊。比如之前有个平常男子啊，同偶像歌手桃香订婚嘅事。因为平常男子嚟讲根本冇可能噶，同偶像接触啊。点解佢会同个桃香结婚呢？唔通就系嗰个石头？系啊，你讲得冇错啊，就系呢个石头咧，令佢哋结下姻缘，我犀利啦，啊！下个例子就换你身边嘅人啦，啊，讲讲我嘅经验啦。自从佩戴呢个生命石之后咧，手头咧就变到好充裕啊，即系有钱啦。